是你啊，姑娘，这边坐。来，来，坐。多亏了你啊，我那不孝的孙儿也算是瞑目了。大哥，这些尸骨还要不要？陈书生写的文章深受学子们的称赞。 我拿了一本给你，可惜啊，我不认识字。我念给您听，《西洲曲》：一枚下西洲，折梅即江北，丹山杏子红。 这夫人还真是愿意给自己揽活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有如此筹谋。怎么了？太皇太后下旨，将弘文馆作为试点，则寒门贤者入馆求学。真的？ 我的意思是，六娘此事万万不敢贪功，全靠大哥领从中斡旋，此番定能在寒门学子当中落得一个明察秋毫的名声，多好！六娘是替你高兴呢。我在意的是这些吗？以后再有所行动，提前知会我一声，要不然我绝不轻饶。也是。 一个白无常还有什么名声？大晚上的要出去闹什么呀？啊，我去活动一下，跑个步，不跑累了，怎么能在白无常身边睡得着呢？ 夫人，他每天晚上都去跑步吗？啊，夫人说这样有助于睡眠。是太亮。 灯没动啊，还是原来那样子。你们也觉得亮吗？府里的人都习惯了。我记得西城有一种布料，可以遮蔽光亮，去做张帷幔来。是。还有，以后那边的灯，别点了。 能省则省。是。